六一快到了，今天给老婆孩子做一个可乐鸡翅。先把鸡翅两面改上花刀。锅烧水，加入料酒，下入鸡翅，煮出血沫，捞出，冲洗一下这表面的浮沫。锅烧热了，加少许油。下入鸡翅，我们给它煎至两面金黄。加入一瓶82年的可乐，放入八角、生姜，少许盐，老抽上色，开大火给它烧开，转小火炖12分钟，陪孩子看回电视。收汁的时候，我们放一点生抽。鸡翅出锅喽，学会的赶紧行动起来吧。